已经花半点钟啊，还搁在看一下现场的人。剩恁两家，我默默的看。两家有人买来无？也不买。九百，七百了啊。好停车。九百没叫。我刚才停在日照中心的旁边。然后他说他这样子有一台货车要出路，觉得不好出路，技术不够好，所以我就再移到旁边。这两尾下来，三五我少一下，三百五有人买来无？350，三百五无人买来，三百五没有人要。什么时候有直播啊？那个鸽子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们每个礼拜三四五六日都有。喂，这无人买来，无人买来。300块啊，我觉得可以过了啊，他觉得他不太好过，所以我就换了一个地点，免得等一下又有人叫我。这哦，哎呦，对对对，别过，我们真正的，我白跟你啰嗦。脏话不是，我今天在脏话二水。大粒要对啊，大粒要干杯的对啊，再干杯啊。就是每个礼拜三四五六日都有。敲起。这两块，我跟你讲，你买两块，我送你较俗的，敢好？敢好？好无啦？足俗的啦，你会惊啦？你会敢讲这是假的？穿落啊！对，洪俊，我就是听你说的那。500块那你是不是有一个藏银色？500块啦，好无？我是听那边没错。好啦哦、喔，400块啊，一个剩200。有人要吃干贝无？400块有人要的吗？35我招你啦，哎呀，敢好？大家拢有买啊？对，鸽子没错哦，三四五六日早上都有直播。二水就今天啊，现在啊。我招一个人去，300块够人要吃的啊。Why not？ 现在就是在二水。对，一千卖到剩300呢，你还阁卖？上七百呢，阿姨。恭喜你。唔爱坐车。啊，要吃啥？要吃啥？这单。最后一次是我踢的。真的，大，这大尾，这大尾啦，这一尾拢近半超过啊，差不多是近半啦。早上7点多左右。一斤都还卖100块，这尾还100块。我这这两尾下来开300，有人买啊？200块我这一个啊。阿姨，你敢无？你买只鲈鱼啊？买只啥啦？我这一个200块有人买啊？200块就好啦。200有人要吃无？没关系。200块了啦，三个半了，两个半了。对，明天兄弟在谈职，大叔在大夹。不接啊，不接啊，不接了，不接不接啊，忘记啊，不接啊。对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好一杯。哇塞，三只拼到200，上几只蛤蟆，难怪大家都要买。我发现今天买鱼的都是男生买，女生都没有动。嗨，庆和美月杂。我过来搞，哎，我过来搞，人要吃啊，死去啊，怎样？死掉了。过来有人要的吗？对。这个过来有人要爱无？全部做啊。我过来我问一下啦，路口抬好一尾抬偌济？一尾抬较好哦，走100块。抬到差不多是100块啦，我少一个，这两尾下来啦，开200，开百八，有人要来无？100块，我少一个，150有人要的吗？敢要吃乌龟啊？无人要吃乌龟啊？100块我少一个，敢有人要来？100块。你来看你大无？你来看你重无？100块有人要来无？100块来一边。对啊，这。耶，你手够细，你莫倒去抬。我是一直去上去到你无？哎，对。对啊，我问一下，拢有人要来死掉了啦，死去啊啦！100块，拢有人要吃啊？你一尾只两尾下来，100块，拢有人要来？乌龟100块，拢有人要来？不过两只100块，还有人要的吗？乌龟100块，无人要来啊！哦，100无人要来，伊要吃乌龟啊？喂，50块有人要来无？是啊，放几只啊？你啊，放几只？你啊，到到遐阿伯啊，都拢买。这样，150，2块。你阿伯啊，那有好多呢，那这厉害啊！
来，十块嘛，八十几块是安怎吃？够厉害！纯粹口感有人要，八十，退冰就吃，退冰就吃。八十够有人要，八十块有人要的吗？八十。阿姨，你不要，别当怪因啦。八十无人要无？看我纯粹口，八十有人要无？七十多啊，有人要无？好好吃，不套了，大家吃。儿子，你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吃呼肥肥，装呼垂垂，或是追踪脸书粉丝团都有哦。一袋落口卖百八，真够好。嘿，两袋300300块好无？一袋搁送你300就好啊，200就好啊啦。一袋60几块，你头拄食物件看久啊，怎我要搁看？我少食迄三袋落来，200有人要食的无？你搁卡一个就四顿啦。好，你讲的准算，200块。虾饼啊，有人要来哈？这200来啦，我少一个300、400去，200有人要来200块。迄辆虾饼200有人要吃？迄辆虾饼200，无人要蒸呢。大哥他有事情，没有来。真正无人要蒸。我赚足少啊，我卖完后礼拜要休困啊，我讲真的。到正价来，我先去上看嘛。200号有人要来？我看你的。100就好啦，100有人要来无？对啊，每月。三百啦，这本就三个呀，差不多侪啦，本就是三个，差不多。赚了好多。你不要买双双双双，我买下好不？啊，我本给你看好不？包双双双双包啦。买啦。对，无啦，真的无啦，一家好啊，咩？敢有搁三包？有啦，我爱分哦，你看无？我这阵分到歪分去啊，咱讲真的。啊，我因一只较早就拢买过啊，就只能现场买啊，哥子，只能现场买。我问一下阿姨，今天在彰化二水。呀。100好人咩？300元，私募元，100。这边好啦哦，来大包一个，好一个，100，300够人要吃的无？九千九，要求你啊熊，是要九千九，我问一下，这一包落口卖偌济？开二啊五，200块啊，少一个，我有人买200块。
萝卜糕200块有人要吃，100块有人要来无？100块，一百块有人要吃来无？100块，有无？有啊，这一百块有人要来无？那安尼一包换大包的啦，哈？换大包的啦，对无？还有两包哩，系。诶，落个大概是几块啦？这两包后来够有人要来？150少一个，100有人要来无？两包萝卜糕150。最少四百块了。有鸽子有用记的，但是量可能要多一点，才有办法记哦。菜头粿刚够有人要来，一包，这两包后来150刚够有人要吃啊。150刚有人要来，150。150。还有没？车哟，超紧，这两包百五，150刚够有人要来，还150。鸽子，你可以私讯一下这个。问看看能不能用那个用寄的，下雨大叔。百五刚够有人要吃，还150。因为我的手机价太高了，太矮。你私讯一下这个啊。好吃嘞，150刚够有人要来，150。百五，够有人要来无？百五。你看到就钓鱼大叔啊，小芳你要看吗？叫多些轮台就同款咯，我来讲。叫多些轮台就同款咯，我来讲。啊，有这个有人要爱哈，一摆讲头吧，回去炒饭、炒面、炒米粉，啊无就煮卵。你也想看啊？